来呀！站住！你最好说些我感兴趣的话，我要你们现在全部离开，否则我就把这艘船点燃，你们同样什么也得不到。我秦尚城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的。你再给我露真点了！随你啊。 裴庸在哪儿？我不认识什么裴庸。你在天仙楼制造混乱，帮他逃跑，又一起登船。你跟我说你不认识他？我去天仙楼是因为我去救人呢。再说，我要日他，我早跑了，留在这被你抓呀！谅你。